Hello，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七日世界。我刚才打这个副本的时候，这个德尔塔的时候呢，获得了一个稀有，应该也不算稀有，这次改版的一个异常物哦。等一下叫什么？像个太空人哦，眼睛哦，他的太空人里面是有一个像是鱼啊，鲸鱼是不是？然后他叫做宇航员。然后他可以帮我收获一些水产嘛？他可以在领地工作，然后能采集海水，或者在净化设施工作，偶尔会有一些特别的渔获。OK，先把它放进去哦。然后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去打这个德尔塔，再看看会不会有刷出其他的异常物哦。OK，那我现在配的装备是 M4。跟 AA12这两个都已经是精准校准的加10了。那我装备的话，有些是加6，有些是可能还没有升级，因为还缺星辰原石哦。然后就出发吧，Let's go。他推荐人数3人呢，应该是可以啦。我刚才打到他快残血的时候，被他的大招打趴了。我们再挑战一下。把枪的好处就是它的兵可以打爆，然后一样有伤害。没有看到它可以追踪到上面的敌人。哦，哇，他拿雨伞。因为他这把枪搭配的是这个雪域迷彩手套，然后他这把 AA 的AA12，它是搭配这个火纹皮靴，因为它会掉这个异常威力。好，那我现在目前是先用比较常用是 M4，我给你们试试看。没有，他会有那个小碎冰跑出去，打过他会有小碎冰飞出去。哎呦！他们拿盾牌撞啊！OK，我现在试试看哦，另外一把枪，这把枪，它打出伤害的时候，它会掉那个威力哦。然后我现在搭配这个靴子，首先我要先把这个手套换掉，但是我现在手套，我先把它卸下看看，我只有穿靴子。
会掉那个微粒金色的球，太远的话拿不到，要靠近一点。最高是四成，伤害又提升。啊，丢什么？丢什么？烧起来！烧起来！烧起来！烧起来了！哇，燃烧弹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再示范给大家看，把它放回来。伤害变好高哦！打这边的，再过去就打魔王。一个东西，这是新神水的罐头。这个魔王啊，他一开始是拿斧头在弹电吉他哦。那这个地图它有三个鼓哦，可以躲在这个地方，他也打不到你。但是它的冲击波呢，它会随机去打这个鼓，看到的时候闪一下。哦，丢东西过来。上去，你看到他上不来，然后这个范围波就是他要发大招的地方，碰到几乎是秒杀。这个大招没有看到，马上被秒。
东西。过了，哇！啊，这个是获得工号37，刚才还获得那个领航员，哇，没有控制器了，哎呀！啊，技术奖励也可以了。哎呦，派对猴哎！哇，对，这个副本有三个那个收容物哎。跟大家拉出去一下，我刚才打那个十级的就有这个，我刚打那个十级的，哦，初级的 boss， 他就有这个宇航员，第一次就掉了。那接下来我获得这个，我要怎么用它？看看。派对猴产出特殊素材，可以建造自身的复制品，可以吸引附近怪物的仇恨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它可以，它的扩展内在三异常物能量上限增加50%，活跃度恢复速度下降5%，灵光一闪，它有1%几率多10个，但是产出资源的时间间隔增加50%。可以做什么？哦，欢乐派对。等他产出来，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。OK， 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。这个新的地图，好多东西要解锁。好，先这样子啊，各位，拜拜。